都今天带小文去吃香的喝辣的。听说他今天有事情告诉我，看看他想说什么。翻头。爱是最佳的解药，张开双手。吃什么？老北京的肘子，老北京的烤鸭。不用，吃便宜的就行。啊？不用啊，吃便宜的就行。便宜的。那先看看吧，有啥好吃我们吃。直到我看见到处是阳光，八六千，让我感受一下儿时的回忆。好玩不？走，吃香的，喝辣的，搞了一份特色冷面啊！你吃啥？我看看，吃什么？那吃什么？吃炒饭吗？能看吃什么花？好的，牛肉炒饭。串子是不是？串子。好了吗？凉面。牛肉炒饭。珍珠奶茶，再给你搞一杯。嗯，就喝这个。就喝这个。好好好。吃饱了，吃饱了没有？好，我们吃。记住这个明天，有多少人为了明天又在扼杀今天？有多少人为了今天寄生给了欺骗？把我们家的黑白电视机打开。多久没见过了？多久没见过了？啊？啊？去打篮球了？对。哦、那走，我来看。今天把鞋子穿上了。哇，今天都把鞋子穿起来了，怎么样？还行吗？还行。啊。再看看你打篮球啊、哦。好。撤了，我们陪他在打球了，让他自己自由活动。好，现在已经第二天了，然后小文跟我说他明天就走了，所以接着带他吃点东西，然后看看需不需要我送他啊。继续。小文、啊、好久不见，十分想念。我听你爸说这两天你要回湖北读书了。对，我一直以为你在合肥读书呢。是合肥，但是我是在湖北上学。湖北读书啊？对。嗯，我听你爸说明天11点的车是吧？对。都走了，到时候特别想念你，怎么办呢？记得。下次我还来的。啊，寒假再来啊。嗯。记得通电话打电话啊。今天带你去吃好吃的。好，现在其实我也舍不得你，你天天也对我很好。哦，没事没事，到时候我经常发视频给你啊。嗯。啊，回去都好好的，好好读书，啊，好好打球，啊，最主要开心。但是在开心的同时，不要忘了学习。嗯。我们去吃好吃的。等一下可劲造啊！我怎么感觉你要哭了，眼泪都快要流出来了。
个。这量也太少了，菜。太吵了，这里面吵死了。慢慢给你点的。不管好了，来干一杯。啊，这个水杯你喝成酒的感觉，战斗力可以啊，再加点啊，鸡翅走。不是来，吃什么再加？啊，你吃什么？你俩先说，这么多，我敬你一杯，敬我一杯啊！感谢大伯一直今天的照顾。好，不客气，只要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就 OK。腰子大补的，有吗？味道还行吧？还行，可以加好吃。真的假的？哎呦，还放茶呢！光盘行动，吃饱了没有？吃饱了。好，我们吃。好。好了，吃饱了，准备撤了。你爬那么高干啥？注意啊，注意，注意安全。莫，回去要需要什么东西，记得。通知我，把我电话发我微信啊。嗯。回去一定要好好读书，天天向上。有没有？行不行？行。加油！加油！回家好好读书，好吧？需要什么东西，跟我说 ，OK 了，好吧？今天吃饱了没有？啊，明天11点，明天需要我送你吗？不用了，你爸送。